哇，这是什么动物？就是大棕熊，对不对？最难发现的大棕熊。大棕熊在看那个地方。哇，是吧？哇，你看你。有那个的时候，那个就会有 Ranger 在后方，那个角度。可是 Ranger 怎么会知道这里有熊？知道了。